腮帮子为什么跟呱呱有关？青蛙就是这样子。啊，缩稿。在古代来讲，哈，它其实是一个蛤蟆，是一个神兽，是代表吉祥。蛤蟆神兽为什么你是妖兽的？肠子有办法呼吸，这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。如果是肠子的话，我真的我把这个10,000块捐出去，真的。请揭晓。但是。 为什么喜欢睡觉就呱呱？你刚刚不是就要讲这个词吗？对，对，我可能冒昧一下啊，先讲。我跟你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这个下比较厚，懂吗？那你这样鼓个气，对吧？我们年纪有了，所以脖子这边的那个脂肪比较厚，会堆积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这样，骨腮帮子为什么跟呱呱有关？青蛙就是这样子。 啊，缩稿。对对对，有下巴，有下巴，也有肚子，所以像青蛙、呱呱。哦，是这样叫你的。可是，在古代来讲，哈，它其实是一个蛤蟆，是个神兽，是代表吉祥。蛤蟆是神兽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吉祥的动物。蛤蟆是神兽，财财啊，带财啊。对，所以是这个意思。蛤蟆神兽为什么你是妖兽的？ 我们先看。呱呱喝水，请出题。请问呱呱叫的青蛙是如何喝水的呢 ？A. 用鼻子喝水 ，B. 用皮肤喝水 ，C. 用嘴巴喝水。我的答案是 B， 用皮肤喝水。请锁定。错。青蛙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都是送分题。 青蛙怎么可能会用嘴巴喝水？因为青蛙是弹射出去的那个是舌头嘛，应该是用皮肤来喝水。其实也不是用皮肤喝水，用皮肤吸收水分，你懂吧？哇，我真的不懂哎。用肌油量有多稳？不是，用皮肤吸收水分，太棒了，吸收水分。哇哦，送分题又各位知道是送分题。看就知道了。用皮肤喝水，请揭晓。这是啥的？好，为什么青蛙都要住在水塘的旁边呢？主要就是因为它们都要透过皮肤来补充水分。像是青蛙呢，其实有8-9成以上的水分都是透过皮肤上面的微膜来把它吸收进来的，而且它的这个微膜很特别哦，只有水分能够渗透进去，其他的杂质都会被过滤在外面。另外呢，青蛙大部分也不是靠肺来呼吸，而是靠皮肤来呼
A 蓝色 ，B 橘红色 ，C 绿色。我的答案是 B， 橘红色，请锁定。其实一看就可以把蓝色删掉了。对，如果他惧怕蓝色，那捕蚊灯不会是蓝色。对，已经删掉了，这我也删掉了。那绿色森林，它也会到处飞来飞去，它也不怕绿色。飞到森林，森林这样子。如果是对，所以只有 B。北一女没有蚊子。我觉得北一女很多蚊子。防蚊啊，对。防蚊，整个全校防蚊了。北一女有没有蚊子？有，很多。所以怎么会怕绿色？这什么题目啊？这个哎，对啊，哎，这咋？来，请揭晓。其实蚊子就是不太喜欢暖色系的光，特别是橘红色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隧道里头呢，我们会希望说，不要让这个地方啊的堆积很多病媒蚊。所以隧道里头呢，用的很多都是橘红色的灯光，就是这样里头也不太会滋生蚊虫。那如果在家里头呢，你把你的灯泡，套上一个橘红色的罩膜，也比较不容易让蚊子靠近。当然，你希望蚊子不要靠近你呢，还有几个方式啊，比如说呢，你可以在房间里头啊放一下糖水，那蚊子喜欢甜味，它会跑去糖水那边，就粘在糖水里头了。还有另外一种呢，是你可以烧橘子皮。如果烧橘子皮呢，有这种比较这个辛辣的味道出来之后呢，蚊子也会比较不喜欢，就会自动远离哦。德国的章鱼哥保罗成功预测了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事。请问聪明的章鱼有几颗心脏 ？A 两颗 ，B 三颗 ，C 五颗。我的答案是 B。请锁定。确定，确定，吴三不成立。选三颗的原因叫吴三不成立，对啊，你是不是猜的？
这个印象没有五克那么多，所以就五三不成立了。我如果猜不是最多就是最少。你不会猜中间啊？中间勇气。你算这个，你算这个比较极端的人。中间勇气很大。玉贤知道吗？就五颗哎，他都有八只脚，一颗负责一只脚。哦，那少三只啊。八只脚，所以一个心脏负责两只脚之类的，然后一个心脏长在心脏的位置，这样就很聪明啊，就表示它很有敏捷的感觉，又好吃。志祥知道又好吃，谁问你好不好吃啊？你不要再吃了，要加瓦萨米啊！我刚刚也是在想说，它死掉有人吃掉它吗？好，章鱼有几个心脏你知道吗？太特别了，他说三个，请揭晓。好，要告诉大家呢，其实章鱼特别的地方还不止心脏，它们全身的血液呢都是蓝色的，所以可以帮助它们适应在深海极低温的环境。那它需要三颗心脏呢，是希望哦可以把这个血液跟氧气送达它的全身的这个触角的末端，所以需要用到三颗的心脏。但是更特别的是，其实呢章鱼有九颗大脑，那它每一颗大小啊大概是一个核桃的大小的这个程度哦，所以因此呢章鱼它基本上是有人类两岁小孩的智力。那再加上他们的这个平均寿命呢其实是比较低的，他们的平均呢能够活大概3到5年，但是呢基本上大概都2-3年就会过世了。所以呢这一只非常非常有名的世足赛章鱼哥，他其实寿命只有2岁半。蝉有昆虫大神功的绰号，请问蝉会鸣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 A 天气太炎热， B 雄蝉要求偶， C 占地盘宣告主权。漂亮，好题目。第一个一定不对，所以是只剩两个，两个二选一。我的答案是 B， 雄蝉要求偶。请锁定。我就猜 A。天气太炎热。怕了吧？怕了，怕了，我真怕了，真怕。你先说说看你的说法，这个叫为了求偶不太合理了。任何的昆虫，它叫的过程当中，包括了青蛙、蟾蜍。他们的声音吸引，还有军舰鸟都是为了要求偶。那蝉它有一个用处，蝉我们古代说金蝉脱壳，其实金蝉可以当药。那个很多的蝉，它会在加冬树上面，你把它拿下来泡水。中药蝉，中药蝉。对，它可以好像可以明目的样子。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死了未瞑目。不是，眼睛会亮啦，眼睛会亮，死了未瞑目而已，很恐怖。雄蝉要天气太炎热不太可能啦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夏天的嘛。占地盘宣告主权也有这个几率，但是应该蝉是求偶。一翻两瞪眼，请揭晓。虽然一般我们听到蝉鸣好像都是在夏天，但是不是因为太热，只是因为夏天是它们求偶的季节。所以其实呢蝉这种昆虫呢一般来说只有雄蝉才会鸣叫，那个雌蝉呢是完全不会鸣叫的哦。那雄蝉在鸣叫的时候呢，它不是用喉咙哦，它其实是腹部呢有两片鼓膜，所以当你呢一不小心把蝉的这个鼓膜给弄破的话，它会瞬间变成哑巴，完全没有办法发出声音。那它们的这个声音呢，这个发声的共鸣声越大的话，就越能够去吸引其他的雌蝉的注意。请问下列哪一种公鸟在求偶的时候叫声最好听 ？A. 鸳鸯 ，B. 画眉 ，C. 孔雀。我觉得应该是画眉吧。孔雀。两分45秒。画眉。孔雀。画眉。孔雀。怎么可能是孔雀？快点，快点，对吧？2分35秒。画眉，因为孔雀求偶是那个开屏的。哦，2分30秒，应该是画眉。听老师的，听老师的。画眉，画眉，请锁定。很好啊，你们花32秒讨论一个东西，没有时间限制的。阿布兰呢？好杂。阿布兰呢？好，我们要快一点，我们要快一点。他得吵起来。我们只有3分钟哎。只有3分钟啊？对哦。好，后面快一点。好好好。你为什么选孔雀？因为我觉得孔雀很好看啊。好看啊！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笑声。孔雀声你知道多难听吗？没有啊。有这么难听吗？它是比乌鸦好听一点而已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我听过啊，真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孔雀是开屏嘛，对不对？画眉很多歌都讲那个你是画眉般的声音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应该是画眉啦。
请揭晓。不行不行，一定要对。恭喜答对。补充说明，请上网。好，动物学家研究了许多的鸟类，发现啊，其实在求偶的方面呢，除了有长得好看、唱歌好听，要不就是很会跳求偶舞。那当中呢，一定要有其一。所以我们看到像鸳鸯，它长得呢非常的色彩斑斓，很漂亮，但是它的叫声非常的单调，它就是以外形取胜的。而画眉鸟呢，虽然它看起来呢没有那么的色彩斑斓，但是它的声音相当悦耳动听，所以总是能够吸引母的画眉。那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孔雀啊，它的确也是会开屏，但是叫声很难听。那像是台湾国宝蓝富贤，他就是呢，除了长得漂亮，还会跳求偶舞，所以都挺有意思的。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经典作品《龙猫》温馨动人。在现实世界当中，哪一种鼠类俗称也叫做龙猫呢 ？A. 天竺鼠 ，B. 类鼠 ，C. 仓鼠。漂亮，好题目。好难啊，是栗鼠。我选 B 好了，这题我真的不知道。栗鼠，栗鼠，请锁定。你看过栗鼠他本人？天竺鼠。天竺鼠是我们做实验的，像龙猫吗？跟龙猫没那么像。仓鼠很像。栗鼠跟仓鼠最像。对、啊。那仓鼠因为现在有一个 YouTuber， 他们就用仓鼠在做很多。哎，仓鼠有点像。我觉得仓鼠好像。对，栗鼠是吃栗子。真的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我答对这么多题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栗鼠的长相跟松鼠还有点像。对。认为保仁医师答对的举手。哎呦，这个就是成熟男性，你看我们就向心力强。不是，认为是仓鼠的举手。我觉得是仓鼠哎。不是，因为栗鼠它比其他两种老鼠的体型都来得。肥跟圆大，哦，仓鼠比较小，仓鼠好像比较小，仓鼠是最小的，天竺鼠次之，仓鼠才这样大而已。对，仓鼠非常小，对，栗鼠是像松鼠一样。对，有一个卡通哈姆太郎也是圆圆的，老鼠的卡通。哈姆太郎，哈姆太郎好像是仓鼠，哈姆太郎是仓鼠，是吗？郑文学，我也觉得就是它比较贴近一般的居家，像是一般的宠物嘛。那龙猫这个非常贴近民间的。卡通，那些仓鼠会把很多食物塞在它的嘴巴里面藏起来，然后也是砰砰的感觉。我觉得如果越讲越讲越像，不妙，希望你是对的。三万已经在巷口了，你知道？真的吗？哦，哎，请揭晓。鼠呢，它是俗称龙猫，那它又叫做绒鼠。其实基本上呢，它是在中南美洲啊这个高山的岩洞里头才会出现的一种生物。那它其实呢算是保育类动物，所以在台湾的好久的一段时间，它都是不能够当宠物来饲养的。而这种栗鼠呢，因为它是生长在高山上嘛，所以呢它习惯的温度大概是在16到20度，再加上呢它的一根毛孔会长出60到80根毛，所以它的身上都充满了很细软的绒毛，看起来很萌很可爱。但也因为这些绒毛呢，所以让它很怕热。因此呢，如果在台湾要养这种龙猫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做一个很高的笼子哦，因为它的习惯是要一直不断的跳跃，然后把它养在冷气房里，非常的娇贵，一不小心就会养死。然后你知道这个一只要多少钱吗？一只要好几十万，所以呢，一养死的话，你可能会非常的心痛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它现在在台湾是不太适合养的一种宠物。哪一种鸟类在欧洲文化当中常有小偷的象征，代表着不祥的含义 ？A. 喜鹊 ，B. 鸳鸯 ，C. 鹈鹕。我的答案是 C. 鹈鹕。请锁定。因为它有一个可以装东西的袋子嘛。对，因为我前阵子在画鹈鹕，我觉得鹈鹕长得其实有一点恐怖哎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嘴巴打开的时候。蛮可怕，就是蛮可怕，很大。对对对。然后那鱼可以一直丢。对啊，而且它有时候眼睛会红红。也一样认为是鹈鹕的举手。好像比较可能鹈鹕。哎呦，有。我觉得有可能是。哎，有3-4个。哦耶！就算我错，大家都错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。好。鉴定老师为什么不举？没有，我是从那个文化的反差啦。比方说，我们觉得乌鸦是不吉利的，但有些国家他觉得乌鸦是吉利的。对，所以喜鹊对东方而言是吉利的。我想说，对
欧洲文化的话，可能就是不吉利的。我只是从这个。呀呀呀！我听完建宁老师讲的，好像改答案。四个鹈鹕，两只喜鹊，答案是鸳鸯，想不到吧？请你揭晓。直观了，对，所以是喜鹊还是鸳鸯？来告诉我们，正确答案其实是喜鹊。那事实上呢，喜鹊啊，在华人世界认为它是一种吉利的鸟类，但是在欧美童话里头呢，它是一种呢，会跟小偷做连结的鸟。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在18世纪有一部歌剧叫做《喜鹊贼》，就是说喜鹊他们喜欢亮晶晶的东西，容易会把这些钻石啊、宝石啊偷偷叼回自己的巢里面，丢在里面。可是呢，最近也有科学家研究出来，事实上呢，喜鹊一直都是被误会的，因为呢，他们对于亮晶晶的东西其实是不感兴趣，而且甚至还有点恐惧。但是呢，这也是长久以来一个欧美的习俗，认为喜鹊跟小偷是等号。请问马尔济斯的命名与什么有关 ？A. 地名 ，B. 贵族名，漂亮 ；C. 鸡尾酒名。好题目。马尔济斯的命名与什么有关？你在猜中啊？我的答案是。贵族名，请锁定。你有你的分析的依据是什么？猜。认为是贵族名的举手。一二，哎呦，有三个。来，高音轩，为什么不举？因为现在有点想喝。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就继续坐那个位置吧。谢谢啊，这样说的是。你都记。陈婷为什么不举？我以为是地名。你真的觉得马尔蒂夫旁边吗？它可能是一个地区的品种啊，不会在马尔蒂，在马尔蒂夫旁边的一个小岛上。是，那应该是条鱼。好了，诚恳，诚恳。别打我，晨晨，你什么时候开口的时候我就来了，好吧？镜头，镜头转一下，哎。好，请揭晓。哎呦，真的是鸡尾酒名啊！正确答案就是地名。哎呀，这是地。那其实呢，马尔济斯它是一种地中海的犬种，是在腓尼基人呢，他们来到了马耳他岛的时候，把他们的狗狗带到这边来繁衍。经过了几代的不断的配种跟繁衍之后呢，才出现了马尔济斯这一种犬种。那因为它长得就是眼睛很无辜嘛，萌萌的。后来在古罗马时期呢，这一种犬种呢，它又流传到了这个欧洲，所以成为了很多贵族他们喜欢的狗狗。而且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他们甚至有一个说法。是说马尔济斯呢，如果你身体哪里不舒服，只要把它摆在你的身体那个上面，就会有一点疗愈的效果在。古代的说法，古代的说法，妖言惑众。除了人类之外，下列哪一种哺乳类动物也会吃辣 ？A. 比尾獴 ，B. 大狐猴 ，C. 树鼩。谁呀？这什么动物都不认识。这太难了吧，这个，比尾真的难。我的答案是 B 啊 B， 请锁定。应该是因为你只认识他吧？刘谦啊，猜大狐猴，这没什么好猜的，其实因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根本就没有参考图片，也没干嘛的，这题太难了，猜不到。哇，我的运气了，考运气，你猜的嘛？对，我用排除了，不研究，不研究，因为就是猜的。什么哺乳动物也吃辣？请揭晓。啊啊！是什么数据？这个蛮不知道，蛮难的，不知道什么答案，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。正确答案就是树鼩。那这在全世界呢，只有两种动物吃辣，一种就是我们人类，另外一种是树鼩。那其实很特别的是呢，吃辣这件事情它不是一种味觉上的感受，它是痛觉的一种感受上呢，就像是受到了这个40度以上的温度的这种灼烧感。而这种痛的感觉呢，到我们的大脑里头会形成脑内啡，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兴奋感。所以有人就喜欢吃这种吃辣吃的这种有一种这种快感出现。但是树鼩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哦，它
追求的不是那种快感，他是因为他根本他的这个口腔里头就没有感觉到辣的嗅气，所以呢，他反而比起其他动物更有竞争力的点是，其他动物都不敢吃辣，因为吃了会不舒服，但是他吃了以后没感觉，所以呢，他就可以尽量的去吃这些辣的东西，那他就可以多一种食物的选择，也可以更加的生存下去。请问如果鹦鹉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，可能就代表它生病了？ A 上下摆动尾部， B 左右摆动尾部， C 急速的摆动舌头。我的答案是 C。 来，请锁定。真的会，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，它就会就是舌头会上下上下喘，所以喘导致舌头会有一点上下，它并不是要一直去摆动舌头。请揭晓。不对吗？一题就答错也是逊格，可能左右摇摆啦。正确答案其实是上下摆动它的尾巴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鹦鹉的习性呢，如果它是急速的摆动它的舌头，然后发出啪嗒的声音的话呢，代表它是要告诉你说我很友善哦。那如果左右摆动它的尾巴的话呢，代表它现在正在很开心很愉快的一个状态。那基本上呢，其实它平常也会上下摆动尾巴，但是当鹦鹉呢在呼吸的时候有上下摆动尾巴的样子出现，就代表着它可能生病了，要赶快带它就医。请问泥鳅主要是用哪里呼吸的？ A 橙子， B 皮肤， C 鱼鳃。B 皮肤。锁定。吓谁啊？是抓瞎子。你干什么？没有，就在想啊，在考虑啊。因为我跟你讲 ，B， 这个是 B 啊，因为。C 不可能，它不是用鳃呼吸的，泥鳅是不用鳃，肠子有办法呼吸，这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，肠子怎么可能呼吸的？但是皮肤是可以呼吸的，尤其人其实也是人也是靠皮肤来调节它的体温的，所以皮肤能够透气、能够呼吸是最重要的。是吗？如果是肠子的话，我真的我把这个一万块捐出去，真的，不可能是肠子吧？我们也只有奖品，没有现金。哦，皮肤？你说肠子？不是啊，因为它皮肤又黏黏的，黏黏的就不透气，它怎么用皮肤呼吸？哎，有的东西黏黏的也是透气的。是吗？皮肤黏黏的就盖住了啊？比如说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干嘛拿收尾巴？请揭晓。来，他把一万元奖品捐出来了啊！捐出来。好，恭喜小钟哥要捐礼物了，因为正确答案就是肠子。但为什么是因为是肠子呢？我们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呢，泥鳅呢，它的呼吸器官的确刚刚三个选项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它的鳃已经比较退化，那皮肤呢，基本上还是有点微弱的这个可以帮助它呼吸的功能。不过它最主要用的就是肠子来呼吸，所以呢，泥鳅呢，当它缺氧的时候呢，它必须要常常浮到水面上来吞食水面上的空气，再回到水里。那它是怎么排气的呢？就是像用放屁的方式哦，把它已经这个吸收过的空气再从这个肛门排出去。所以泥鳅其实是会淹死的哦。之前呢就有这个人他们捕了一网泥鳅啊，就直接把它沉在水底，是用笼子关在这个水底，所以泥鳅就没有办法浮到水面上来呼吸。结果最后早上的时候，那一整笼的泥鳅通通都死掉了。根据美国研究，常跟自己的宠物对话，甚至认为宠物听得懂人话的人，其实有什么特点 ？A 比较能适应寂寞 ，B 比较有自信 ，C 比较聪明。我的答案是 A， 比较能够适应寂寞。锁定。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有自信也不错啊。但是你有自信，你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就好，不用找宠物。我有自信啊，这题我一定答对，我干嘛找一只动物来说话？那我找宠物讲话，表示我准备要适应寂寞，因为我发现我寂寞，我找你讲话，我比较能够把寂寞这些。随时都可以找动物啊，旁边一只小强都可以对话。小强对话，小强我要对的话，那就是往生咒啊。那也是对话，对吧？比较能适应寂寞，请揭晓。
是比较聪明，都错，都不对，啊，这是根据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啊，其实呢，我们会觉得说啊，这个人怎么会跟宠物讲话？他是不是感觉有点幼稚？事实上，这样的人呢，他们通常都是比较高智商的类型，因为呢，他们对于宠物比较有同理心，甚至也是比较有去想象力哦，可以了解宠物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因此呢，他们也会极富创造力。这样子的人呢，在任何事情上面的表现都会优于一般的民众。下列哪一种鸟是世界上羽毛最多的鸟 ？A. 鸵鸟 ，B. 天鹅 ，C. 鹦鹉。漂亮，我嘞，小心哦，这肯定是陷阱。绝对，鸵鸟我先删，因为觉得是陷阱 ，B 跟 C。真的不知道，那不然 B 好了鹅啦，我家有养鹅，就鹅吧。请锁定。怎么不选？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会猜鹦鹉。啊，我会猜。可是鹦鹉有很多种啊，那就是因为我在想到底金刚鹦鹉跟一般的小鹦鹉会不会有差？对，可是鹅就很明确是天鹅，而且重点是鹅还有很多毛丝那种，不是那种一整根的，它有一种鹅绒是吧？绒，对，大概在腋下那附近那一带到胸口，就是孵蛋用的。世界上羽毛最多的鸟是天鹅吗？请揭晓。龙之队。好，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哦，像是我们一般看到的鸡呀，它的羽毛数大概是6500根。那在全世界呢，羽毛数最多的就是天鹅了，因为一只天鹅有25000根羽毛。那羽毛最少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小的鸟类蜂鸟，一只蜂鸟的身上只有1000根羽毛左右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。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动力，赶快来订阅哦。